台风刮下悬崖，现在被卡到了这，只要稍微动一下，我们都会掉下去。 这鱼咋死的？鱼是缺氧死的。海下的温度咋这么高啊？这个天气很有可能有台风呀。台风来了也要不磕着呀。台风！ 上去啊！我不上，你们谁也别上！闭嘴！作死就死要有对的，凭什么你们先上去？妈妈，妈妈，孩子需要你。我跟你在一起，我就没怕过，我什么都没怕过。我们都已经经过那么多难关了，你现在说放弃，你算是个男人吗？放弃！